怎么全是黑士兵？人都去哪儿了？恐怕人们已经全都变成黑士兵了，地球也要变成黑暗星球了。伯伯是，朱老师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是在摧毁军柱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居然能到这儿来，还真是稀奇呀！鬼营地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就是黑金球的内部世界，我创造的数字领域。真可惜呀，神兽战队，你们失败了。现在的地球遍布黑金，所有人类都已变成黑士兵了。不可能！神兽战队，你们是地球最后的人类了。不会的，你说谎、别担心，很快你们也会被数字领域同化，成为一串数据流，人类这种生物注定会消失的。你休想，人类绝不会就这样灭亡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神兽战队，接受人类被数据化的命运吧！做梦！你可以数据化兽神界，却不能数据化我们的真心。真心，哼，没有数据创造不出来的东西，包括真心。去吧。这是地球上的全息影像。看见了吗？只要我想，随手就能创造无数个真心。这才不是真心呢！真心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情，绝不是你这些数据能代替的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叶辉，你怎么样？神兽战队，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坚持真心吗？怎么被我的数据打倒了？不过是块长得像黑金的破石头。好了，该送你们上路了。黑金，这是黑白怪和小鸡皮用真心进化出的黑金。真心可以进化黑金。地球即将重演北斗星命运。要救回变成黑士兵的人们，我
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混元帝手中的黑晶球，只要净化黑晶球就能救回人类。我们还有希望。人兽战队，和人类一起消失吧。人类不会消失，只要我们在，世界就还有希望。真心拯救世界！竟敢触碰黑晶球，神兽战队等着被同化为数据吧，人类就要灭绝了。不对，我不是黑士兵，我是胡博士。成了，太好了！神兽战队胜利了！胡博士，周老师，太好了，你们都没事儿。是无敌神兽兵吧？首领也回来了！孩子们，你们辛苦了！保护地球，守护大家，是我们神兽战队的责任。太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打败混元帝任务圆满成功！哈哈哈哈哈哈。
哈哈哈哈。